哇，三里头起雾了，三里头起雾了，起雾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泰鲁格的范围了。虽然这里相隔泰鲁格国家风景度假区的这个还有20公里啊，20公里路，但是这一带已经是属于泰鲁格的范围。哎，不是，我在泰鲁格国家管理园区在这里哦，东西横贯公路，泰鲁格国家公园东西横贯公路的入口哦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了泰鲁格的范围的啦，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。难怪这个山那么漂亮，已经出露端倪了。这个泰鲁格的面纱已经正在慢慢揭开。哎呀，找个位置停一下，这里好像有一些风景可以看。这里有在台湾的朋友停下来在这里看风景，但是这里要找个位停都不那么容易啊，都是红线，红线要停在红线那面才行。但是这里好像比较难找位置，有点难找位置。这有个位置，这里有个位置可以停。哇，勉强给我停进去，勉强给我停进去。哇，有些观众朋友在旁边看我的技术，在那个看我这个边拿着相机边拍边停车，到底停不停得来，他们都有点疑惑，有点疑惑。哎呀，哎呀，停进来了，终于停进来了，好难好难。哎呀，单手操作有点困难，有点困难，确实。好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我们下去看看究竟这里的朋友在看什么东西，有些什么那么好看的吗？好像还有卖车的，有什么卖什么车的。下去看看先啊。这边就是泰鲁格东西横贯公路，泰鲁格东西横贯公路，从这边进去，那应该是往泰鲁格山里头走的这条路吧，应该是。我们待会再研究研究，这里的山已经开始有点大了。那么在东西横贯公路这旁边有一些吃的，有些吃的。哦，山猪香肠是不是？还有山猪肉，是你们泰鲁格？你是泰鲁格的吗？我是泰鲁格族。哦，学一句我们的一句话，泰鲁格，就是马鲁鼠，你好吗？马鲁鼠，你们那个泰鲁格话，你好吗？是马鲁鼠，马鲁鼠。哦，这个华语写出来就这样，马鲁鼠是不是？泰鲁格小展，有咖啡，有高山冷泡茶，飞鱼轮香肠，啊，好多东西吃哦。泰鲁格一定要，对对对对，一定要买。然后油葱糯米肠，还有山猪肉。好，我们先看看有其他什么啊，来到这边一定要来尝试。高山蜜苹果，哇，这个是有点像野生苹果一样。还有亚柑四个，100块钱，巴乐一颗40块。哇，这里还有卖一些他们的商品，泰鲁格族的一些手工品，手工品，手工品。
好，我们再看这边有一些什么。这里呢是一条商业街，在路边的路边商业街，五爪味鸭翅100块钱四只，豆干、鸡脚、海带、鸡胗肝。我们大家来到这边的话呢，不妨来这里看看有什么值得吃的、想吃的啊。吃完我们再往这个泰鲁阁的方向走。有警察来，有交警来那个看有没有违停的。哎，我们这样不算违停吧？算啊，算啊，都在红线里边都算违停吧？我啊，在红线里边都算违停吗？红线不能停车，不能这样停吗？哦，这边也可以停，这个环线都可以停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没有走了，我拍一下就走了。观光地区。他如果是这边红线的话，一般就不会再去影响到民众在这边拍照。就红线的范围的里边也是不可以停的，不行哦。好，谢谢香港的朋友注意啦。我吃过了，我昨天吃过了。那是昨天，又不是买我的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你要等过来这边要吃我的一条看看。那个什么，这个是什么餐？这个山猪肉香肠。我要山猪肉，我要山猪肉，我要山猪肉。来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来一条，来一条。好，山猪肉，试一次，试一个。要配香肠。警察要赶我了，你快点。不会。快点啊，好了，谢谢。这个都是手的。好吃好吃，哇，这个辣椒很辣。跟我一样辣。辣妹子，泰鲁阁的辣妹子。使用前是辣妹哦。使用后是老姜。老姜。姜越辣，越老越辣。越老越辣。还是老的辣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来到这边的话，我试一下，味道不错，这山猪肉香肠确实不错，很好吃。好，走了走了。警察说，交警说要这些地方是不可以停车的，原来，大家记住了，红色范围以内是不可以停车，白色线才可以。好，我现在的话呢。哎，想请问往那个泰鲁阁山里头走，是不是往这边啊？两边都可以，哪边景色好一点？这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又一个差不多先生啊。好，那就看选择往哪一边走啦。这边好像开阔一点，往右手边吧，往右手边走吧。那今天还是有一点点阴天，一点点阳光而已。现在是中午时间了，正午时间还是阳光，还是只有这么一点，也许是快要入冬的情况，就是这样吧。那我们继续，这里是泰鲁阁公园的东西横贯公路的入口啊，这里。走这边的话呢，好像比较弯曲，我们走那边吧，走右手边那边去，往天墙替代道路，来走右边去吧。这边好像开阔一点，哇，还有河川。这边是往天墙方向，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在上面。好像我们应该是要往天墙方向，天墙去国家管。泰雅阁
国家公园管理处没什么意思了，我们往天祥的方向走。沙卡丹隧道，哎呀，怎么走到隧道里来，什么没得看。嗯哼，这警察真的不够意思，不会跟我说这边是走隧道，居然让我走进来什么都看不到。希望这条隧道不会太长啦，一下子就过了那就好啦。我感觉还是很长的，这是在大山里面，整条隧道估计应该有800米左右了。哇，一条过一条，这边又是隧道，这边又是隧道。哇，好多人是徒步走啊，还有老外啊，徒步走西拉岸隧道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哎，大客车禁止进入。感觉没什么好看，这边没什么特别的风景，我们还是继续往里边走吧。有不少人是徒步走的，大家看到吗？我是来看山景的老大，你别让我不断的走山隧道好不好？真奇妙。嗯，我们应该走出去看还有没有其他路，不要走隧道好不好？走隧道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。天祥长春洞是那边哦，长秀洞啊，不是长洞。哎，那边有瀑布，有小瀑布。哇，这拐弯处那个大巴差点拐到这边线来了。哇，这里的水好清啊。峭壁也非常陡，这旁边都是峭壁。哇，不错不错，风景确实不错。把我的香肠都拍进去了，刚才在那个泰鲁格辣女人的那个手里边，他摊档里这个小摊里边买的这个山猪肉香肠都拍到镜头里边去了，咬了一大块，有点很难看的样子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因为开车的时候也很难照顾到了，这镜头没办法。拿得很稳很好，这里因为比较多的拐弯抹角的地方，像这条，这个地方好像我在一些YouTube 上面的视频看到过，临安桥。
对，还有安全木接安全帽接用了，哈哈，真棒。山上的水最终还是要流向大海，跟海洋合而为一。我们的人生呢，我们的人生方向又是怎么样？像我们香港的朋友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日子应该怎么过？应该继续留在独裁专政统治下的香港，还是移民来自由民主的台湾？我们应该又有怎样的取舍？说到这些沉重的话题，不如播一首音乐来听听《白沙隧道》。我们都是一个隧道过一个隧道，走那条东西横贯公路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小的水塘，山清水秀啊。下去看看吧，下去欣赏一下。还好还好，不算很大的一个水库，小水库。
哇，有老鹰飞过，哇，两头。我们开始有景观看了，走没多远，几分钟路就开始有美景啦。聊片也22分钟了，我们到这里先做一段告一段路，作为我们泰鲁格之旅的第一条的影片。好，谢谢收看，谢谢，我们继续往泰鲁格山里头走，不要走开哦。